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笛声凄怆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的长，更爱那花放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茫茫，我爱这夜歌唱，更爱那怀放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我揀咗呢个主题讲女人好开心嘅时候，真系有爱嘅时候。其实人人有爱都好开心，但系今晚咧，因为我有个特别嘉宾，我系好中意佢嘅声音，所以我就谂起佢咧，我就谂起唱啲好靓嘅歌，好开心，好罗曼蒂克嘅。咁跟住落嚟呢首歌。我唱咗之後，可能你會估到係邊個啦。一人有一個夢想，兩人熱愛至迷惘，三人有三種愛，怎各自理想？其實咧，我初初咧就唔係好認識到 Vivian 嘅。咁啊，四年前咧，佢就揾我去幫下佢，因為佢好多年開一個演唱會。係啦，咁佢好特別喎，因為通常咧好多歌手就一出嚟咧就開演唱會咧就唔同佢，佢開演唱會係原來籌款，佢個心真係好好嘅，我好中意佢，同埋我一聽到佢聲咧，我就覺得好甜好甜好甜嘅，咁所以咧我成日同佢講，我幫佢嘅時候我話。千祈唔好唔唱歌啊！係老師成日都鼓勵我，叫我唱多啲歌嘅。咁、yeah. 啊，好開心啦，認識到你啦。我都好開心。係啊，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哋做歌手嘅，即係
不是只是懂唱，我真的要不停地進步，即是我在你身上學到很多東西。多謝你老師。Thank you。 那呢，跟住落嚟，我哋一起唱一首英文歌啊，好唔好啊？耶！多謝老師姐，都係咁。我第一次同佢唱，真係我覺得佢個心成日得笑，佢聲音我聽真得成日得笑。佢同我講電話又 send 啲短信啦，我笑嘅喎，因為我聽佢聲音就笑噶啦。同埋你聽唔明我講咩，最主要係。咁你啲中文係太高級啦。OK， 跟住落嚟，大家要聽一下。黎瑞恩自己唱歌好嘛？好多謝，好多謝你老師。咁其實好開心啦，即係多謝老師啦。咁喺幾年前教我唱歌啦，因為其實我自己咧都有好多嘢唔係好識，要進步一下嘅。咁老師除咗教我唱歌之外咧，有時都做咗我一個心理輔導員啦。咁喺嗰個時間咧，有啲唔開心嘅嘢，咁但係好彩佢一路陪住我一齊，咁啊～令到我可以走過人生一個唔開心嘅時期啦，咁啊希望之後咧大家即係一路好似我而家唔開心啦，咁啊送俾大家呢一隻歌《秘密》，係一首國語歌嚟嘅，希望你中意，多謝。我是男人我都追他，咁嚴重？真的，即係你又好 sweet， 你的心 she's got a big heart， 我唔知點講啊，即係佢好成日都為人，我成日見佢咧唔喺台上面咧，佢成日都幫好多人嘅喎，任何事都佢係一定幫，佢又幫我，你幫到我好多，唔係你都幫到我好多，好多謝你，好多謝，唔好客氣。跟住落呢首歌咧，其實咧我揀咗，你記唔記得我同你講話，不如我哋唱呢首歌？你話點解會唱呢首歌咧？你係有冇問過我？係咯，我就係好奇怪點解你會就係因為你，哦、你真係 forever beautiful。其實個個女人都應該係咁嘅。係，好老實講，我哋兩個同埋好多人都係啦，係經歷過咩歌咩甜苦水辣咩甜酸苦辣老師。甜酸苦辣，老師。甜酸苦辣，係啦，好似急口令咁嘅。話我哋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嘢啦。係啦，咁你兩個女人，大家都知道女人都好勁嘅，因為乜嘢都要做，要靚。尤其是你，你都好勁啦，你有兩個細路仔。係，我覺得你勁。好犀利。一樣啊，大家。Superwoman， 係。咁所以我就揀咗呢首歌，因為我覺得我哋嘅。真係終生美麗係嘛？係應該係咁。我都好中意呢首歌。所有女人都應該要終生美麗。送俾大家，希望你哋中意同埋，如果識得唱一齊唱好嗎？莫非可終生美麗，才值得勾勾心志發誓，對你不止感激敬禮。其實有很多歌咧，唔同時候唱
是不同感覺的。我記得14年前我錄了這首翻唱的歌叫做《我願意》，今次我有機會唱，真的是不同的感覺。那時候我翻唱和翻錄這首歌呢，是趙曾熙介紹和叫我去唱的，是很喜歡這首歌，而且也有解釋給我聽這首歌的意思是很 romantic 啊。但是今次唱呢就想起了，因為我和我先生呢就經歷過很多開心和不開心的事情，和很辛苦，因為我先生又病過來了，那三天就不在這個世界，我的最小的女兒就早產出世。那很多時候我們人生經歷過不開心的事情，是令到我們很珍惜我們的身邊的人，所以我很願意今次我唱得呢，我覺得是會很感動，還有真的我對我先生是什麼都是很願意了。
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跟住落嚟，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许志安嘅《我还能爱谁》。呢首歌咧，其實咧，我有機會同佢一齊合唱喺大陸嘅。咁今次咧，我會自己唱自己嘅版本，希望大家中意。見過你的美，我還能愛誰？其實女人談戀愛，梗係開心啦。有人爱的是真的欢乐。You say
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多謝大家。唱到 Women Love， 因为我好多年都好鍾意呢首歌，同埋我揀咗呢首终生美丽呢就同黎瑞恩一起唱，因为点解呢，真係好开心，真係好美丽，我喺度好多谢小恩子同我一起咁开心带俾大家咁好听嘅歌，希望大家开心，係嚟到我音乐沙龙再见啦。很多人叫她是杜奶奶，但是更奇怪的是有另外一部分人叫她美少女，就是这个奶奶和这个少女变成了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之一。